诶，我嘛会当斗收伊啊，收收咧，啊斗赢赢咧，甚至环境斗争利益咧，哦，爱是讲若会当诶，嘛会当去起来两家，甲伊啊斗收收诶，哦，因为这拢是咱成功表现诶机会嘛，哦，因为咱做咱诶，哦，别人做别人诶，那当然咱有这建功立业诶机会，啊，这拢就是咱表现诶机会嘛。哦，或者是讲咱的佛堂，哦，有摒扫，咱会当到露涂骹，哦，这种的拢是咱会当了解的机会，哦，啊嘛，呾只有是即阵有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呢啊会当建功立业，啊，亲像今仔日呢，咱讲师要甲咱慈悲的把握当下，哦，你若无把握伫当下，咱要安怎会当开创？对无，哦，等我后界要成就，哦，要成就的一种，就是一定爱有建功立业嘛。啊，就像咱伫公司上班嘛，吼，啊，咱就做到一个月到，当然公司甲钱汇伫咱的口袋内底。啊，若无咱事先去做摊位，咱嘛无可能，哦，汇钱互咱，啊，咱嘛无可能。哦，通来安那咧，哦，通来生活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今仔日咱得到修行学道，咱讲真咧，咱毋是为着即个啊成佛利益，咱是搁未来为着未来迄点，迄点的本性啊。啊，因为咱人身躯会无去，但是灵性袂无去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即个灵性是生生世世。啊，殊殊相生，所以讲呢，咱伫即世人内底，咱若无来找着倒去迄条路，其实呢，咱要倒转去无门啦，哦，无门，你毋知要去过去，人生无目标嘛，哦，当咱三寸腿倒去了后呢，咱的目标是对，无目标，啊，无目标呢，唯有就是，但讲即个白面啊，即个乌面无常的。来甲咱切啊！哦，啊！伫这个当中呢，咱的去处变成就是去地府嘛，就是当西方啊！哦，所以讲呢，咱要当真正倒转去到咱的无极离天，第一就是一定爱求道。无求道，你要会当超生了死，无可能。但是你得到道了后，若无真正真修实练，建功立业，当然咱要倒转去，咱是要用什么会当带去？会当回去，但是咱无功德，啊！你无功德，是毋是你爱搁落来再修再练？啊、哦！所以讲起来呢，也是讲咱求着道了后，咱爱会去做。过去是先修菩提，讲完各愿，伊甲你得着道。啊，咱只是先得，啊，但是要变爱修，吼、哦，爱行爱做，啊、哦。那么呢，咱头拄仔咧讲的，哦，来佛堂啦，加班做道啦。整理环境啦，度人设段啦，做工师啦，啊，做人才啦，吼、哦。那么这拢总是伫外德外行的功夫，哦，外德。那么内德，也就是讲，咱今日感受了的这个道理了后，哦，因为他带咧啊，咱有一个前线的哦，叶先生，哦，伊伫马道咧米包厂上班，啊、哦，我后日甲请教讲，啊，某位人阿弟。安尼来佛堂吼，求着道了后来佛堂听道理，啊，你有啥物感受？还有啥物听无的无？吼、哦，那么呢，伫这個当中呢，伊的感受，吼、哦，嘛感觉是讲真好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较袂讲容易的冲动的对，较袂容易的冲动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伫咱有感受的道理了后，当咱啊离开了这间佛堂。面对了着这个村人的代志，吼，或者是讲上班同事的代志、公司的代志，啊，当遐碰到困难，哦，那么碰到委屈，那当然伫这个当中，咱要安怎？哦，因为咱有咧感受道理，伫当下咧，咱会感觉讲，哦，了了分明，哦，你心内咧起了一种清净的心量，那么咧就会当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那么也会当予咱记录心中呢，予咱会当保持心的清净，
咧为着小可代志哦，那么咧就也烦恼啦，也冲动，叫人烧骂啦，哦，较严重阁叫人烧拍啦，啊、哦，那么咧，那如果咱会当感受这款的道理，伫咱的内心来产生了这个作用，啊、哦，所以讲咧，咱感受道理，嘛必希望讲咱会当重新开始，哦，对心开始，啊，对心来产生了这个作用。安尼起来咧，那么伫咱修行学道，你会感觉吼、哦，渐渐加进，渐入加进，会感觉讲愈来愈好。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我感受得到，啊，感受会到咧，那当然咧，感受到道理，该应用伫自身，应用伫平常时啊，哦，那自然而然就会当显露了到，哦，咱感受道理的作用。那么咧，嘛会当甲一本经典。咱讲经典，你当该好用着哩。哦，我搞圣经做个经典，哦，感觉讲有够好个。这是一本经典，咱袂使甲伊，哦，袂使安那乌白甲伊担，袂使甲伊夹，哦，啊，袂使乌白藏，哦，袂使藏伫不该藏个所在，一定爱藏伫清净个所在。会使讲真可贵，但是这本经典，若无透过讲师，哦，还是讲咱私底下去研究，啊。神灵意会的话呢，其实讲迄本经变死经了，无作用，无研究。哦，虽然是足好的经，但是无作用嘛。哦，啊，咱若如果讲，你会当去家己研究、家己体会，哦，像咱啊时间上会使。啊，有可能讲师因有研究，那么呢，伊会当讲伊的心得，甲咱大家做分享，啊嘛会当互咱了解到过去圣者呢。那么伊遗留在经典上的经典义理，啊，这个经典义理呢，咱听了感受啊，有点了，哦，有当时来讲，咱人生咱人爱看较开的，爱放下的东西，放下，哦，看开甲放下，这件代志呢，当然无好做，啊，唔过你甲藏伫个心肝内，哦，你无看开，你无放下，你拢哦怨天尤人，哦，你拢会。抱怨哦，讲哎呀，上天啊，伊拢无公平啊！我一世人啊，拢无做着啥物唔对，但是我为甚奈遮命遮歹哦？我安怎？搁安怎？搁安怎？那么呢，咱每一工就是拢迄种抱怨、怨天尤人，当中是以弱是强，变成是负能量。啊，咱人啊，负能量愈侪，对咱的身心来讲个，那么呢，会愈艰苦个。敢是安尼？但是敢有办法？今仔日比一个例，你去互讲一个无影，人甲你补大啦。哦，还是讲你真欠有一百万啦。哦，啊，你逐工伫遐咧抱怨，伫遐咧埋怨，迄一百万敢爱去？嘛爱去嘛吼。啊，你若去互补大去嘛，补大去啊。啊，无你敢要去甲路倒转啊？够人安尼？应该袂啦吼，无遮尔真正吼，无遮尔天才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想讲阿爸，咱甲当作哎，可能我过去时吼，把乌白当大啊，啊，这世人吼，风大倒转去尔，算幸运啊，阿莫甲想阿济，你著甲伊看顾，哦，你若要甲伊看顾，你的心永远伫遐咧艰苦，因为咱讲你食饭的时阵袂自在，食袂落，要睏的时阵睏袂去，因为咱讲受着迄个人，你著足急嘛，哦，啊，若安尼。已经拢水破落地，当你收获的当下，已经无法度去改变啦。事实无法度改变，水破落地甲收获怎啊？哦，袂嘛吼、哦。你今仔去方便，除了你搁甲袂倒怎啊？啊那无，吼、哦、啊那无，你变哪？已经甲咱袂落，吼、哦、啊你搁甲袂倒怎啊？伊搁甲你袂倒怎啊？啊甲袂了，嘛袂了啦。啊到迄、那个，到迄个作用，到迄、那个。哦，有迄个必要，其实嘛有迄个必要。哦，那么伫这個当中咧，咱拢甲当作无咱是欠。啊，咱会当甲伊跨过，哦，咱会当甲伊跨过之后，哦，无定着咱的心量咧大起来。讲哦，原来这个人无简单，哦，迄个人啊求有加安尼吼，啊，但是伊拢会记恨咧，哦，啊，看伊安足足跳，足快乐，迄叫做贪着，哦，迄种的心情，现在讲非常的快乐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伫咧修学道，就是要学看开，要安怎会当放下，哦，啊，心情保持互伊的快乐，
安尼这物件叫做塔桥。哦，啊，若无咧，你搁经过十担，哦，迄袂出到地，你敢知？袂十担，经过十担、二十担，甚至三十担，后尾四十担的啊。讲哦，我就这世人哦，就干呐，伫迄落几十年前哦，去用某物人啊吼，爱是安怎啦吼？哦，我咧想着就气啊，为什么你要搁想？甲我迄个人已经袂记一粒，甲我迄个人嘛无伫个啊，敢是安尼？那安尼你敢要搁较想？应该咱有较巧个啦吼，莫想伤济啦，吼、哦、啊，甲跨过就好了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呢，即拢总是咱啊，伫人生当中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要改变咱人个命运，唯有来自咱个心开始，毋是来问神托佛，嘛毋是交予上命神师，是交予你家己。那么呢，咱会当扭转了的即、這个，吼、哦，扭转了的即个不好。因为你就是爱来学堂，第一受佛讲普照，第二咱会当感受了着这个道理，哦，爱去会当陶冶咱人的心灵，提升着咱生活的品质，哦，自然咱的诚心心的，那自然会当得到清净，会当得到快乐。伫当下内底，亲像你住伫天堂同款，哦，啊，你若想无好的，亲像你住伫地狱同款的，啊，咱为什么？无爱甲带到天堂，你要甲带伫地堂咧。哦，啊，咱若一世人拢有法度伫在世的时阵保持快乐的心，咱百岁年老，咱要倒转去嘛无问题。哦，因为咱的体力会好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啊，咱啊，伊有这个机会啦，吼，啊，希望讲伫咱后个月，一个人鼓励一个来办就好啦，安尼刚好，一个鼓励一个。哦，一个也去坐个，也去坐个啦。恁放心，因为这活动会春游，哦，啊无恁会当甲试看卖啊。因来去遮，互你准做百二个就好啦。哦，啊后个月来去加一杯，也四个。咱过一日一斤敢坐个？会啦，恁放心。哦，你去甲带两个人嘛，袂要紧啦。哦，那当然啦，公斤大家公斤做啦。哦，有公斤大家公斤赚。哦，啊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。嘛就是咱今日去修行学道，足重要的课程，哦，因为咱修行有课程啊，哦，就是爱听经闻法，就是爱度人救人，就是爱打帮助的，哦，啊，因为今日呢，啊，所以讲，遮难得啊，请着咱啊，这个李江师，嘛就是咱啊，这个组长，哦，德福组的组长呢，那么咱啊，这个李江师呢，哦，啊嘛是。那伊推动伊个副当中咧，啊，会使讲是非常会认真去较拍拼，伊有够啊，用有够真济即个爱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耐心，会使讲咧，保护真济个兄弟姊妹，吼、哦，啊嘛栽培真济兄弟姊妹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咧，伫修行学道当中咧，拢会当做咱个模范，吼、哦。那么咧，对道理啊，会体会。啊，甲了解、分析，拢会使讲是非常简单，互咱会当了解的，哦，互咱真简单会当深入意会，哦，啊，咱啊，好好个卖个占用个伊个时间，啊，咱等一下就来邀请。最后呢，或者而且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，啊，万事如意，哦，啊，咱大家啊，以热烈掌声哦，请咱啊，李讲师哦。讲师好，各位同学好，请坐下。
你们组长甲咱各位亲亲大家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老师早安。我喊的真感恩，有这个姻缘在此庄严的功德，来甲咱注意今天弟兄姐妹善缘。那首先，我喊要感恩上天慈悲，祖师奉祖，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德用心，老前人广大牺牲的精神，咱陈前人二手大仙的一生福气。就前年甲各位点仔师的温馨福气，吼，甲佛学鼓励鞭策，祝佛学教前年好的一年，在此庄严的功德，甲咱慈悲前天大德，吼，共同做学习。师尊老大人伊甲咱慈悲讲，伊讲六慧往昔受福慧，依今延年净化分。所以甲咱讲，讲毋是一家人，要认一家门哦。哦，当然毋是咱以和爱上的人，咱今仔日嘛袂认咱以和爱上的门。各位姐妹，咱想看卖来哦。伫这个宇宙有偌济人？有六十亿的人哦。哦，那伫这六十亿的人内底呢，为什么咱会出世伫台湾？咱若无去非洲，咱若无去大陆，啊，咱哪会出世伫台湾？哦，想看卖来哦，科学真紧安尼想过哦。哦，科学的娘家是住伫布袋的所在，啊，是安那科学，咱会过来会赢，甲阮先生成为一家人。当然哦，今仔日为什么？咱会伫即个地球村来熟悉，吼，而且进入爱上佛堂来修办。先不甲咱准备讲哦，讲这一切拢是啥？拢是因缘，因为咱前世种修道的因，咱即世就会当怎会当结修道的果。所以这个老师伊甲咱准备讲，伊讲六慧往昔受福慧，今天怎能坐伫遮？哦，就是甲咱讲，我有生完而来世缘，那安尼咱就无今仔日的福缘。那咱今仔日既然有遮尼呾大个福报甲因缘，那安尼咱更加爱在行小缘修福。哦，珍惜大家咱做伙在活动来修福的因缘甲使命哦。好，伫咱道场中，咱拢捌听讲师甲咱慈悲讲的人生的意义，对无？哦，那人生的意义所指的是啥物？伫啥物所在？哦，今仔日我下面借着遮尔啊殊胜的一面，甲咱做前天代表，咱做一回来复习，哦，做一回来探讨。来，咱人呢，活伫这个世间，咱感觉去想着讲，哎，我活来这个世间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吼、哦，为什么？我会哪会来做人？啊，我来做人的用意、意义伫啥物所在？这个问题吼、哦，可能有真侪人毋捌去想过这个问题啦吼、哦。也是哦，有人真去捌想过，但是伊找袂到答案，毋知我是安怎来这个世间，伊找袂到答案。哦，所以讲，就甲一般人共款，过一天算一天。安尼伫咧过日子哦，啊，某人伊就讲，哦，我想要了解迄个答案，所以伊安那，伊出家去做和尚、尼姑、牧师，还是神父。那么各位亲亲，咱想看卖下哦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到底是为虾米？伫咱较细汉的时阵，咱就闭着咱的爸母，甲咱疼爱嘛，吼、哦，对不？啊，咱较大汉了后。咱去学校上课，一直到咱读册，读到到大学毕业了后，咱出社会去赚钱。啊，然后呢，咱就先下注入，吼、哦，也就是讲，咱的生活，含咱的祖先，含咱的爸母同款，吼、哦，安尼伫咧过日子。但是咱若想，这敢是咱人要过的日子吗？吼、哦，咱敢是希望讲咱的生活就是安尼嘛，一成不变的嘛？吼、哦，咱敢希望讲咱安尼就是会过日子嘛？安尼伫个过日子，含动物有啥
比咱人的阶层较低。但是事实上哦，动物甲咱人同款，拢有感情哦。伊嘛有伊的家族，伊嘛有伊的父母，伊嘛有伊的子女。差别呢，只是伫对了，伫伊袂晓讲人类的语言而已。哦，所以咱忽略了。好，咱无去想着讲，伊嘛是有伊的家庭哦。来，古早人甲咱讲，伊讲在下一次轮回还未完全定局之前，这个时阵，你应该爱替你修行。哦，是啊，咱古早人会甲咱流传这句话，伊嘛是要让咱去体会，去让咱深思，哦，去让咱体会讲，咱人有灵性。咱的灵性啥？咱的灵性是不生不灭的哦，吼、哦、是永远长存的哦。咱灵性住伫咱这个肉体，当咱的灵性离开去了后，是因为啥？因为肉体的灵质啦。那灵性离开这个肉体，去投胎转世。那咱的投胎转世为对去，将来咱的福报如何？嘿，咱拢唔知影嘛，对不？但是上帝甲咱讲，伊讲行尽世间天下路。唯有修行不磨练的，啥来甲咱讲？唯有修行不磨练，伊袂甲咱讲唯有趁钱不磨练。哦，因为咱世间人，咱爱的是啥？咱爱的是金钱啊！哎，我有钱，我会当穿好、住好、用好。但是为什么伊甲咱讲是修行，不是修，不是趁钱？因为唯有修行，咱真正，咱才会当真正离苦得乐哦。咱才当真正得到解脱咯。有足侪人诶，唔知人心难得，吼、哦，有足侪人唔知讲咱有这个身躯，咱今仔有这个身躯是非常可贵诶，非常难得诶哦。嘿，我哈讲着人心难得，咱敢会想讲，啊，我若一透早我门开起来，行出去，看嘛拢是人呢，啊，你来讲人心难得。吼、哦，咱来讲人心难得嘞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佛陀甲世间人讲哦，伊讲整个世界呢，事实上不是干那咱人尔，伊有十法界，吼、哦，十法界内底包括啥？包括声闻、缘觉、佛、菩萨、地藏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、阿修罗道、天道甲人道。目睭，咱当然会当看到天道，敢会当看到阿修罗道？咱看袂到，咱的目睭只会当看到啥？咱只会当看到人道甲畜生道。吼、哦，佛陀甲咱讲哦，在这个十法界内底，伊甲咱讲要得到人生真正是难的。吼、哦，就可比啥？就可比讲海面上有一块木材。木材的中有一个坑，而这块木材，伊随着海浪四界伫咧漂浮。有一天，吼、哦，伫咧漂浮啦，吼、哦。那当时呢，伫这个海底内底，有一只目睭无看的海龟。这只海龟吼、哦，有一天伊探头出来，人讲拄啊好拄好，吼、哦，这头探起来了后呢，伊的头拄啊嫩里面伫这个虾。这个木材的这个坑内底，这么难得哦！吼、哦，这个纪律是偌呢啊渺小啊！这个甲咱讲，这个人生要得到人生是偌呢啊困难啊！可见呢，吼、哦，人生难得，吼、哦，人生难得，生命非常的珍贵。当然，生命形态有真侪种，哎，某一种所有的动物。吼、哦，所有动物拢有生命，咱知影吗？哦，鱼啊，伫水内底游，伊有伊个生命；牛、马、羊、马、虫，拢有伊个生命，即拢属于动物咯。哦，只是有诶是化生，有诶是胎生，对无？但是咱爱了解，毋是每一种灵哦，拢会当投胎转世做人诶。那今仔日咱有即个肉体。哦，咱有一个福报来投胎转世做人。如果讲哦，咱无好好珍惜这个做人的啥，的这个肉体，无好好善用这个做人的时间、的生命，
甚至人无借着这个肉体来借假修真，就讲不对。我讲钱钱，咱一家在座各位前缘，咱敢当保证讲后世人，咱阁会当转世来做人？好，前世咱敢捌听过阴历？相信姻缘若成熟的时阵，咱自然就会开花
看结果。那今天我还要借着这件事情的一面，来跟咱注意今天共同学习，哈、哦，讲第一叫做啥？把握当下，开创未来的人生方向。为什么咱爱把握当下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有可能啦吼，无一届啊，有可能哦，无机会重来哦。有时阵咱错过现在，咱就永远无机会啊。咱爱了解，有真侪机会，不是每一届拢有诶哦。包括咱的生命嘛是同款诶。咱毋敢保证后世，咱可以当转世做人。咱嘛毋敢保证后世，咱转世做人。咱会转世去伫迄个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安定的国家，尤其今仔日，咱这部分来修道，咱是这个缘分的道理，有机会互咱办到度人、心转人。更加好处的就是讲，咱知影要啥，要修道。相信只要咱愿意，咱就会当做一位平庸天才，发挥咱上好的力量来心转。所以讲，咱一定爱安那，在修万德过程当中，咱一定爱好好啊，坚守咱自己的信念，想看卖啊，要安怎来精彩咱的人生？凡事不求十分，只求尽心；万事不求圆满，只求尽力。各位前辈，一篇好的文章。伊无一定爱真长哦，吼、哦，咱伫个看书的时阵，即款册册个，咱敢是爱看做内容真高的，写做大本的，毋是哦，咱是要爱看内底的内容，敢有精彩，是毋是？哦，来甲咱讲，人袂当掌握咱生命的长度，但是咱会当掌握咱生命的深度，甲咱生命。哦，只要咱知要用有限的生命来创造无限的未来，当咱认真拍拼去做某一件代志，最后结果不管是如何啦，吼、哦，不管有法度达到咱所爱的目标无，但是到了最后，咱一定会去感受着迄份啥，迄份绵长情感。今仔日咱伫个修房的，修的。就是要照客修真，照相能力。当咱平起了后，咱才会知影讲，咱要爱向前行一步，咱才知影讲，啥物代志爱去做，吼、哦，咱才会当把握讲，把握这个有机会，把握这个会当予咱兴盛的了愿的机会，会当做，咱就爱赶紧做。有一位圣者，伊讲过一句名言哦。伊讲生命吼，如果讲咱知影要好好去把握，咱知影要好好去善用，不管咱活到几岁，拢无算短。各位前辈，或许再讲一届，咱好好去体会。吼，这位圣者伊安尼甲咱讲，伊讲生命不管咱活到几岁，只要咱知影要好好善用伊，只要咱知影要精彩咱的人生。不管咱活到几岁，拢无算短。各位亲像，咱拢希望讲咱会当活到长退休呢，吼、哦，上无嘛爱活到百二。啊，但是为什么伊甲咱讲，咱的生命不管活到几岁，知影善用就无够短，就无算短。咱甲看单回，单回活到几岁？三十二呢，吼、哦，三十二。是伊会当成为一代的圣人呢？安尼伊的性命够有长？有啊！哦，或许着你刚听到咱前主前贤的讲，讲伊去分去大陆，吼、哦，还可以当看到这个干回的庙。啊，你看伊离开咱遮尔啊济、遮尔啊长的时间啊哦，但是咱搁会当会想要去甲伊效法伊的精神哦，会要去甲伊拜哦，这着是安那，这着、就是。因为伊是一个有德性的人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的岁月、咱的青春、咱的体力，
拢会随着时间消失衰退。但是咱个道心会当进步，咱个德性会当累积。哦，只要咱知影生命唔通空度，咱行个每一步，人讲步步踏实，步步爱踏实。哦，生命不简单，好事你伫做，咱会当妙法时时用。那安尼，咱就当创造有意义个生命。哦，咱就当创造咱个人生哦。所以讲，咱的生命伫这个宇宙是一个过程，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，重点就在人工会当吼去创造留予后来的人，会想要去甲咱效法，甲甲咱怀念。哦，生命价值毋是在咱个人的消失呢，而是在精神的转换哦。要如何甲生命扩大？也就是生命的光辉，人生的光辉，甲生命本体，不是在于时空的长短，而是在于精神的开创，甲使命的传承。好，来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潜在能力哦，吼，拢有无穷的这个潜在能力，只要你愿意，相信咱一定会当表现得真好。因为啥？因为咱的心态甲咱的思想，就是咱心中的一支锁匙。哦，咱的心态，伊会支撑你一路的发展。你的毅力会支持你一路行到真远。你的用心，就注定你做出真好的成效。你的计划，就意味着你成就偌大的规模。会记一无？在咱细汉的时阵，嘿，咱拢会去想着讲，我希望我后界大汉了后，嘿，我会当做啥物，对不对？哦，或许以前吼，以前读国小的时阵，老师派一个讲题，吼、哦，派一个作文啦，吼，作文题目，诶，题目要互咱写，即个题目叫做啥？我的志愿。我的志愿，我的志愿，我的心愿，吼、哦，那亲亲们，咱细汉写着这个题目，这个作文的题目，迄阵啊，咱拢会想讲，吼、哦，咱的题目，咱会写啥物？吼、哦，学会记真吼，伫阮班上吼，有同学伊就安尼写吼，伊讲我希望吼、哦，我大汉了后，我会当做一个医生。啊，有人讲吼，我希望我会当做老师。啊，佫有人讲，我希望我会当做一位培养天才。啊，有人讲，我希望我会当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。但是哦，随着时间年月消失去啊，过去啊，今仔日咱拢大汉啊哦，咱通捌为着咱的志愿踏出一步。咱感觉为着讲，我希望会当做老师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著爱认真拍拼读册，为咱的志愿去拍拼，去认真，敢有？无呢？吼、哦，所以到尾啊，咱希望甲期待，一直就是无法度通关系。咱拢知影，成功毋是突然的啦，吼、哦。一个人的成就，绝对毋是随手就当得到的。要成功之前，就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打拼，吃尽多少的辛苦，费尽多少的心血，才会当得到成就哦。所以讲哦，如果咱无愿意，吼、哦，或者是讲咱唔肯要为下一步做好准备，那安尼，咱就永远停留伫原来的所在。当然，咱只拢大汉啊。哦，而且呢，有这个福报进入佛堂来修万德。那么修万德的最高宗旨，咱是希望会当啥？会当解脱生死，会当离苦得乐，对不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好、哦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上重要就是讲安那，咱爱好好啊，顾咱这个菩提心，爱修护咱这个菩提心。哦，因为咱有修护这个菩
咱有一颗佛心嘛，对不？全部甲咱讲，咱是从天堂来的呢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佛的精气呢，吼、哦，唔是干那坐伫不倒的，下面有佛，这个外佛，吼、哦，观世音菩萨，因才是佛咯。啊，咱坐伫了坐伫台脚遮，咱是众生哦，唔是安尼哦。不甲咱讲，咱有佛种。佛种啊，咱既然有佛种，咱就安那，咱只要种佛因，咱就会当结佛果。吼、哦，咱就会当结佛果。咱拄只佛号来讲个，咱知咱有一粒佛因，咱有会当结佛果。上重要的就伫安那，咱要如何，吼、哦，来袂当袂去进咱。有这粒佛心哦，咱无袂去起这粒佛心，就是伫咧增长咱的慈悲心。更加重要就是讲，咱要怎去发挥慈悲心，要咱落实慈悲心，如何无我去实践？咱真正要达到无我去实践，首先就爱先安那向内自修呢，吼、哦，再向外扩展呢，吼、哦，多行功妙愿呢，得甲兄弟姊妹人结缘呢。当然，这是一张啥？有关生命甲咱生活的兴趣，哦，每一个实际上的兴趣，伊拢是无离心的哦，吼、哦，无为甚物做的哦，拢是无为的哦，吼、哦，是无二心，拢是无为的一个兴趣者。当然，修行是对咱自己良心交代的，咱不是连做给别人看的，吼、哦，哦，不是连做给别人看的哦。那么伫个行善、伫个做善事的过程当中，咱的心若计较，那安尼呢，就会安那处处拢会有怨言咯。吼、哦，咱的心若放宽，咱时时就当平顺自在哦。咱拢知影，咱来到这个皇帝，这个皇帝佫叫做啥？娑婆世界、娑婆世界。那既然是娑婆世界，就是袂当真圆满的世界啊。咱伫一个真无圆满的世界内底，嘿，咱要安尼想到圆满，这着爱看咱个人的功夫啊哦，吼、哦，着爱看咱个人的修持啊哦，吼、哦。人讲世间不如意的代志，十项有八九项呢，会当对咱百依百顺，会当随着咱家己的心意，予咱欢喜的代志，毕竟是真少哦。哦，如果讲咱的心啊，定定，吼、哦，安尼执着，吼、哦，到计较，会当讲无一项代志会当让人满意的哦。所以人讲心化一寸，安罗得化一灯，吼、哦，心化四海，才会当风平浪静。我学的迄只几当前，吼、哦，何况迄阵啊，住伫新市，伫新市伫个做厝，吼、哦，那何况。大的斜对面有一个师姐，哦，这个师姐就是咱慈济的师姐。这个师姐叫做阿芬啊，吼、哦，那这个阿芬师姐吼，伊就曾经捌安尼甲我拍招啦吼，伊讲，吼、哦，阮真社今仔日要摒扫，啊，你敢会当来到真社，甲阮点摒斗摒扫？那当然这是一件对的代志，好的代志，或许就甲伊讲好啊。或许感恩很乐意，吼、哦，那何况就加这个阿福师姐呢，去慈济的精舍去啊斗摒扫。那去的时阵呢，伫路咧，这个师姐伊就安尼甲我讲啦，吼、哦，伊讲吼，哎，丽华，你若来阮精舍吼，看伫阮精舍内底看到一挂不如法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啥物叫做不如法的代志？人讲有人读书。啊，你若听着讲啊，对一个师姐甲对一个师姐伫咧讲话，吼、哦，啊口气无好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待人处事，吼、哦，处理代志无够圆满，伊心甲互相讲咧，讲你茫认为讲吼，阮姿势无好哦，啊后界吼、哦，我若要叫你来甲阮姿来阮姿势真正甲斗拼扫，你就无爱来啊。我想来讲吼，别啦，无遐袂安尼啦，啥物都所在拢是同款啦。哦，有人读书啦，啊，在人书的人书内面，就爱看咱是用正思维，哦，正能量来填应书。
是咱用着负思维、负能量来叠印出礼物啦，是不是？哦，咱若无想讲，哎，不管人安怎，哦，人外口的风，外口的雨，哦，含咱安那，含咱的心也是清净的，其实是无碍的哦。哦，或许就甲伊讲，其实是无碍的哦。那拄只无法去讲，有人就有输，哦，有人就有输。那先不甲咱准备讲哦。伊讲吼，教咱为自我以为师，修行低心下气的品德。吼、哦，就是讲甲咱讲，咱教咱做代志，一定爱怀着谦虚，怀着赞佩不足的心。来调和咱自己的心性，哦，不甲咱讲内心欠下是讲外形平定是对的，哦，另外是愈把水愈淡头，啊，咱修行嘛是同款，咱要来修口无脑，要来修口无为而为，当别人的想法甲看法，若含咱无同款的时阵，这个时阵重点就在于咱要安怎去运用啊。哦，这才是咱修行爱学习的功课哦。那师父佫甲咱讲，为积极别人中修行自我宽容的原则。前线，咱讲咱今仔日来修行，我们在修行。修行是不是来分段要来学讲吼？我要安怎来好啊来修理别人？敢是修完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来目睭。拢会安那，我们眼睛都不习惯往内看，咱拢蛮旁观主角嘛，咱目睭看拢是外口的，迄、那个人安怎，迄、那个人做了无好，咱拢看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遐想讲，修行敢是来学讲，我要安怎来，哦，来甲人修理，敢是？不是哦，修行，就是伫个学讲，咱要安怎来管理好咱家己的心。真正达到哦，真修实练，好好来修咱自己的脾气甲毛病哦。那咱讲到办道，办道毋是伫咧办人事的哦，哦，伊是要安怎依着佛的心，为咱自己的心哦。所以讲，甲人相处，哦，如果有看法，哦，如果讲看法包容的心，那安尼就会产生无必要的纷争甲问题。当一件代志彼此冲突的时阵，咱一定爱心未来看，哦，先观咱的心，旁观自照，哦，那安尼想先讲，哦，冲突甲这个，哦，有对立，就会当化解。有当时啊，问题来的时阵，咱嘛爱问咱家己，哦，问咱家己，咱是拢吼日常生活当中，咱的应事应物。咱是拢用着咱的个性伫咧处理代志，还是用着咱的心性伫咧处理代志？为什么？当咱听到一句无欢喜的话，无佮意听的话，咱就安那，咱就去抓抓，咱就去抓抓。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咱嘛爱问咱家己呢。吼、哦，也是讲，咱去爱想讲，今仔日我无着这件代志，我无佮意，吼、哦，我心中。起了涟漪，无欢喜。但是这件代志，今仔日若是讲菩萨，或者是讲世尊，因遇到的，因会用啥物方式、啥物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？哦，相信讲咱会当依照这个方式去处理代志。那安尼，无论咱遇到偌大的冲击，拢会当化解的哦。哦先不甲咱准备讲，伊讲咱人的脚吼，到底会当行偌远？各位亲戚，咱大家拢有两只脚，啊，咱这两只脚到底会当行偌远？哦，一句话，莫问咱的双脚，而是爱问咱的志向，我们的志向。好，咱人会当攀登偌远？咱会当爬偌悬啦，吼！咱若去爬山的时阵，咱会当爬偌悬？伊甲咱讲一句话，莫问咱的身躯，而是爱问咱的意志。各位亲像，
暗时，吼、哦，或许就听咱的真主亲像讲已经爬山啦，吼、哦，爬啊到吼、哦、要到上顶悬的时阵，电话声音拢起去啊，吼、哦，都费心思拢爬起去啊，但是伊讲吼，伊实在吼够喘的，两只脚拢无力啊，实在是爬袂起去啊。但是路过的这个吼、哦，这个爬山的导游啦，吼、哦，伊讲后尾看到七八十岁，搁来爬山的。伊拢会甲家己讲咧，我即摆五十几岁尔咧，啊，人个七八十岁都爬会起哩啊，我若爬袂起哩，哦，伊就激励自己，我一定可以，我一定会使，我一定爬会起哩。所以咧，伊真正吼达到巅峰哦，哦，爬到上悬的所在哦。所以我想要甲咱讲，咱会当爬偌悬，即句话毋免问咱的双脚，爱问咱的意志。或许吼，听咱真出浅显，咱咧讲，我感觉嗯，确实是这样哦。好，伊佫甲咱讲，咱人会当创造偌济，吼、哦，咱人会当去创造偌济，即句话，莫问咱的双手，吼、哦，而是爱问咱的智慧。嘿，你甲看咱人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两只手呢，有个人两只手吼，做到做代志的呢，吼、哦，像或许迄种吼，有法个。公公，我爸爸，哦，我那个爸爸以前哦，伊讲伊无去学，伊无去学这个甲人起厝的哦，吼、哦，伊无去学起厝的，但是伊吼最厉害的，就是当我做事做灶啦吼，啊是伊若讲厝里啥物所在，啊伊咧念咧讲吼，我就感觉讲，我那先生袂晓，啊伊就会晓，吼、哦，或许感觉讲我爸爸吼、哦，就很厉害。哦、所以甲咱讲，咱会当创造偌济，吼、哦，嘛是爱靠咱的智慧啦，吼、哦。咱会想讲，哎，我要咱，我要去做这件代志，做这个工作，啊，我大家是要咱用，要咱做，嘿，爱经过智慧思考过，吼、哦，较做会出来。好，伊佫甲咱讲，咱人会当行偌远，即句话，莫问咱的目睭，而是爱问咱的度量、胸襟，哦。咱人会当看偌远，谁咱囡仔甲咱看，甲咱讲看远，囡仔无甲咱讲看近，囡仔甲咱讲看远。各位亲亲，咱真敢看有远？吼、哦，咱讲咱修行是为着要解脱生死，那要解脱生死，当下的生死，当下都有生死啊呢？哦，对，当下都有天堂甲地狱呢？哦。咱若看会远的啦，吼，咱若看会远，我们都知道天堂跟地狱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哦，就在我们一念之间哦。来，其实佛法呢，深深体会着，咱人一生当中所追求的，不只在物质上的需求哦，有健康的时阵，是为着心中的梦想。哦，在这个梦想中，伊带着一种责任，驾驶员。哦，在这个梦想中，带着一种责任，驾驶员。亲亲，一世人敢有真长？你敢会认为讲，哇，一世人都足长的嘞，我搁有足侪时间的嘞，用袂了的嘞。咱敢去想安尼？一世人其实无偌长诶，生命就在呼吸间尔咧。一口气就无出哩，吼、哦，无出哩，若要搁数礼拜，人生就翘辫子了呢。一世人无偌长诶，所以讲咱家己爱鼓励咱家己，互咱家己做一个有故事诶人，互咱诶生命充满着光甲力。